今天我们找你的目的是要访问你关于开学的看法及心情。访问？这会不会上电视？不会上电视，可是会上林碧勇的 YouTube channel。林碧勇？是谁来的？你喜欢上什么课？我喜欢上华文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写书法。你要紧去上厕所啊！我上了。Spider-Man！ 现在老师要你们每位学生来一个自我介绍，有需要先开始的。老师，哇，我的名字叫林碧勇，今年13岁，我是百年中学生，我喜欢吃巧克力。